谢谢大家夸夸亮亮哦。我以为我会把蜘蛛二的人都跳跑的，厉害了生，谢谢大家厉害，你们不厉害我怎么能厉害呢？人家都说了什么样的主播是吸引什么样的粉丝嘛，你们不厉害我怎么会厉害呢？还来打一下小广告，咱们九九二是长期招场控的，大家喜欢的想要做场控的哥哥们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家三号四号大帅哥。然后呢接下来剩下八分多钟时间，你们想看啥？大家有没有点直播时通知？有没有送花花？有没有扣六六？有没有送小星星点点心走走六六六？谢谢大家六六六。唱歌吧，好啊，跳舞哒哒哒，加特林啊，好啊，给你们来个加特林。加特林啊，要不要歇一歇？好呢，谢谢关心，谢谢大家关心。就像你们这么会体贴的，就是会吸引我这种主播，因为呢，物以类聚嘛，对不对？看来我还是挺体贴的，我是个很善良的人，看来你们都挺善良的。谢谢大家小花花。我说真的，这句话我觉得是最最最真实的一句话，什么样的主播吸引什么样的粉丝，好吧，快夸我好了，不然一会儿又飞天了。反正我是国民女神小仙女嘛，本来就在天上。好，你们想听什么歌呀？给大家唱首歌，然后唱一小段吧，然后麦序上一二号那就贴吧。谢谢大家，主播好漂亮，没点关注点点关注不迷路啊，然后麦序上一号二号麦都能点一下关注哦，我们都是新主播，我是个新人，多多支持，哒哒哒哒哒，现在就在搭。你想听什么歌？其实我是个广东人。房间怎么样？这首歌我倒挺喜欢的，顺便可以歇一小会。镜头，镜头好，这首歌从此以后就改名叫镜头了。喜欢主播，喜欢点关注不迷路，谢谢。什么主播？哦，我是个新主播，还是个女主播？哦，我是个跳舞主播啦。这房间不对，这是九九二官方频道，恭喜你来到了九九二官方频道。你的眼角流着你的泪，真的吗？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大步走向前。一会给大家跳一个。想不想永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恭喜大家来到了九九二官方频道，咱们这个麦序完了以后会回家的，谢谢女神。的房间，我于是慢慢发现，即使是错失一种缘，多值得纪念。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们都笑得很甜，一切停格在一瞬间。这首歌昨晚睡不着的时候，我一直在听这首歌。这首歌我感觉挺喜欢它歌词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太奇葩了，老是听一些歌就感觉好听哦。我本来是想要带给你们一首我的作品。欢迎大家来到九九二，我是本档接麦主播刘亦菲，然后我把自己的作品送给大家，这首是刘亦菲的幸运草，唱一小段，剩下三分钟的时候咱们就来跳一个舞吧，缓和缓和。然后跳完舞以后呢，咱们会回家的，想跟我回家的可以点点关注不迷路。
谢小花花，你们可以把六六还有小花花送起来啦，谢谢。知道期待着帮你，等一下你开大号去我房间。 OK， 等你。不着思念的暗墙，搁浅了倔强微笑，洒脱的承诺总是在我落单时抛锚。也许我的眼泪不够浪，我也希望回忆不自觉地往下掉。幸运草太美好，我用未来得不到你的爱，有对的人才有资格寻找。我放掉双手里曾经紧握的锦囊，飞呀飞，飞回过去寻找失落的羽毛。好了，大家可以把六六扣起来，把星星点一点，直播时通知勾一勾啦。咱们这个麦序时间是最后一个麦序时间了，大家千万不要离开这儿。下一档主播会带来更加精彩表演的。然后下一档今天主播是秦丫头，大家可以点一下一号二号麦主播的关注，然后喜欢点点关注不迷路啊。好啦，给大家来最后一段舞蹈，希望大家把六六扣起来，小花花送一送，谢谢大家小花花，然后星星点一点，帮忙打打卡，点心，走走小花花，还有那个直播时通知要勾一勾啊！喜欢我的朋友们，不然你们到时候来蹲点也蹲不到我了。